高俊回楼下陪我。高俊留下？对啊，这两天他没什么事儿，正好可以陪我，有他在你就不用担心了。这苏文准是放心不下你。你跟苏文说的？苏文。喂，高俊，我呢现在马上就要到南州市了，真真什么情况？你不用着急，我们已经到家了。到家了？没事了？医生说了没什么大事，让他回家好好休息。哎呦，那就好。那我直接去他家吧。他要过来。喂，苏文，你不是去省里送材料了吗？不用赶回来了。我已经没事了。省省吧，大姐，你现在这种情况，我怎么可能放心让你一个人在家？你让高俊再多待一会儿，等我到了再说。你省里工作忙完了？没事了，明天下午再赶过去就行。那个我都安排好了，你甭管了。你真的不用赶回来了？我不跑你怎么办？你跟我客气什么呀？虚伪吧。高俊会留下陪我。高俊留下？对啊，这两天他没什么事儿，正好可以陪我，有他在你就不用担心了。搞什么呀？明天上午我正好没事儿。抱歉啊，刚刚没有跟你商量，就拿你骗了苏文。苏儿身体不太好，经不起折腾，再说也没这个必要。我已经没事儿了，一个人在家完全可以的。其实我溜溜也没事，可以住客厅，书房也可以啊。真的不用了，已经够麻烦你了。时间也不早了，我就不留你了。真真，我们又不是没在一个屋子里住过。情况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？我觉得这儿还比老家的房子稍微宽敞一些。再说了，你和我心里没有鬼，怕什么呢？白天许家人刚闹了这么一场，你现在留下，万一被他们撞见了，不知道又会惹出多少麻烦来。我现在倒是不怕了，可你，名声不要了吗？回去吧，我真的没事了。我要是有事了，我再给你打电话还不行吗？那行吧，我先走了，你好好休息，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。别送了，门还开着，别把自己锁外面。